三七是福利。好，先暂停一下，我们的节目呢，7点才开始，我们现在6:40、45分，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今天晚上来参与这一场盛会。好，外面很冷，但是我们很热情，小朋友们热不热情？好，等一下热情的演出。好，以下呢，刚才我已经提醒过了。就是呢，我们的会堂是不能饮食的，还有就是现在，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把你的手机关静音，然后再来就是，不管是大小孩、小小孩、大人，请大家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不要走动。那如果你旁边的小孩受不了大哭了，麻烦赶快帮我们把他抱出去，这样才能够继续演出。好，第四个就是我们照相已经，我再重申一次，就是我们的摄影会把它完整的变成编辑好了之后，会上云端，然后请家长上去下载。好，接下来呢，大家一定很想赶快进行，对不对？好，很多家长都说啊，那没关系，我大概8:30到就好了。我告诉你，8:30就演完了。很快，大概50分钟。好，今晚的节目呢即将要开始。首先要出场的是圣爱的儿童部。圣爱的儿童部，小豆儿的孩子们，好，请你们先上台。好，他们会用两首歌成为序曲，让我们的小豆芽的小朋友，大部分的小朋友是从圣爱毕业，然后就直接上我们的安亲班，所以在安亲班里面，我们还是一样很看重他们的品格。那时间真的很短暂，所以他们要练习一场戏是比较困难，所以他们就用诗歌的方式，他们每次要吃饭之前会唱个歌，然后一起听一个故事，然后再写功课。所以呢，他们也是平常都练习。那这两首歌有两首歌，第一首歌曲呢，曲名叫做《尽情的微笑》，尽情的微笑，尽情的微笑。好，这是一群音乐创作人为第一线医护人员创作的诗歌，同时也安慰了许多因为疫情失去盼望的朋友。感谢主，如今疫情渐渐的减缓，所以我们才能够一起在这里欣赏孩子的演出。正如同歌词当中，还有歌词是说：黑夜虽漫长，携手过低谷，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勇敢相信明天有阳光。因此呢，就带出了第二首诗歌，叫做《圣诞节》。这个节呢，是打结的节。每一年我们都过圣诞节。灯光闪烁，圣诞树林立，礼物卡片送过来送过去，但是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呢？那我们要让孩子们用歌声来温暖我们的心，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群大小孩，然后还有小小孩，请大家细细聆听这群天使带来的歌声，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
Thank you.
我身上，你可以怎么告诉约瑟呢？玛丽亚，约瑟，我怀孕了。我知道，神派来的天使告诉我了。别担心，他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你和我的儿子。
Thank you.
在东方将有一个王要诞生了，他将要成为犹太人之王。跟着星星走，我们要去拜见他。Let's go, let's go, let's go to the newborn king. Let's go, let's go, follow the star in the east. Let's go, let's go, we can't wait to see the holy Thank you.
不要徒留一辈子，只当他会轻快打爱情。Thank you.
哇，精不精彩？精彩。我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小朋友可以把一出戏记得这么清楚，而且都没有忘记，是不是？好，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想要邀请我们学校其实有个很长的名字，叫做财团法人台北市中华基督教景美进信会附设圣爱幼儿园，所以我们有一个财团法人叫做景美进信会。那我们景美进信会呢，就是礼拜天的时候，除了我们周间的幼儿园跟儿童的工作以外，礼拜天还有一个比较属于生命教育的，在圣经上面的教导工作。这个工作呢叫做儿童主日学校。儿童主日学校呢，居然这个学校就有一个校长，哇，这个校长看起来好像大，对不对？好，其实呢，今天这校长，儿童主日学校长有来，刚才帮儿童部司勤的那一位老师，就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校长，他，我们邀请他来给我们分享一点点的信息。各位家长，大家晚安。今天真的是很精彩。其实刚下午的时候，我就坐在下面先看他们彩排了一次。那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一个人要把一个故事讲清楚就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他们是这么多人要一起合作，然后很有次序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刚刚那个小杨园长有介绍，我是现在儿童主日学的校长。那其实我过去十年也是在台北市私立金星中小学的辅导中心担任辅导老师啊，我负责的就是大概是幼儿园跟国小的学生这样。那让大家猜猜看，就是过去我就是陪伴就是孩子最多会有的情绪是什么？有没有人要猜猜看？你觉得我可能最常会处理到孩子需要陪伴的那个情绪是什么？好，没关系，因为我们就是华人，我们就是会比较害羞一点。我那边要讲就是，好来，请说，大声。什么情绪？忘记了，好，没关系，很好，很勇敢。好，可能很多人会很快的就想说啊，应该就是可能小朋友就是生气啊，或者是小朋友就是很难过，然后就是老师就会带他到辅导中心来做。但其实我发现，我其实处理最多的就是孩子挫折的情绪。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会很常要面对挫折这件事。其实小到比如说他们刚学会怎么自己穿外套啊，想要学那个自己拉拉链，不想让大人帮忙，但是又拉不起来，说哇就会生气。然后或是很多时候就是想吃饭，然后可是那个技能还没有学得很好，我们就也会很容易挫折。所以我们从小就会在能力上面感受到挫折，再大一点，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课业上，哇，我们开始作业写不完，然后就觉得压力很大，要考试了，这个会让我们挫折。还有很多小朋友是在情绪的人际当中会挫折，今天谁谁谁回来就跟你讲说，妈妈，他那个谁谁谁都跟谁谁玩，然后他都不跟我玩，这也是一种挫折的情绪。那甚至其实我们在服务的现场，其实也看到有些孩子，他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原本是很健康的，可是他们可能碰到了一些意外，他们开始也有健康的挫折，他们可能有些原本的功能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所以至于这个功能带出来的这个挫折，其实也让他们就是相当的难受。那其实，在这些挫折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复原力。挫折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复原力，能够很快的能够回到原本的状态，然后继续有勇气的把事情做完，这件事情很考验。那我看到这个挫折的复原力，其实最大就是和孩子他自己的自我价值就是很有关。那自我价值，我会说他其实是在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别人给他的回应，给他的回馈，让他长成这个自我价值。自我价值感就是他能够在这个里面，我们会说这个环境的塑造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对比一个孩子，他相对的可能他在一个比较有爱的环境，常常比较能够接受到别人的肯定，或是他能够总是觉得很安全，他愿意去冒险去尝试，那他可能相对他的自我价值感就是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说我们
们的孩子有时候接受到比较多挫折，然后感觉到自己不好，觉得自己的能力缺乏，或是他就是觉得好像常常就是不被信任。那这样子比较低的自我价值感的孩子，他在这个复原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要花比较久的时间，还需要相对比较多的陪伴。那这个自我价值，我刚刚说这个自我价值好，其实它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哦，这两个是不同的词。自我感觉良好呢，它比较像是感觉；价值的话，其实关涉到身份，价值关涉到身份，所以价值在乎的是孩子要知道我是谁，孩子要知道我被爱，孩子要知道我是值得被尊重的，我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是自我感觉良好比较像是我需要什么，比如说我需要别人可以听我的，或是我需要我想要可以很受欢迎，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我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那甚至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孩子展现的这个自我感觉良好，某种程度其实是在逃避觉得很困难的责任。所以自我价值不等于自我感觉良好。那我们要说这个价值好的小朋友，他们为什么会比较容易复原，是因为价值好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很清楚地分开来，就是这件事跟我这个人是两件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事情，可是我失败了，我并不会因此就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自我价值感良好的孩子，是因为他过去的经验，他被别人告诉他你们好棒，你们好厉害，哇，没有关系，今天这件事情很难，但是你有能力可以继续挑战这件事情。自我价值感是从这些方面慢慢被建立起来的。但是呢，我们其实每个家长，我相信在座我们没有一个父母是不想我们的孩子好，我们都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在充满爱、充满肯定和他们非常安全的环境成长起来，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的孩子，他可以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我也要说，有时候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在一个挫折里面，这个挫折是我们发现我们很想要十全十美，但我们做不到。我们很想告诉我们的孩子你们有多棒，我们好想告诉他这个全世界里面你是最有价值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限制。当我们感受到要出门了，小孩还拖拖拉拉，哇，耽误时间了，或是有一碗饭喂着喂着就一个小时过去了，所有的耐心会被磨光了。在这样的时刻里面，我们还能够继续给出爱和肯定的言语，其实是真的很困难。所以其实过去我在辅导室里面常常听到很多爸爸妈妈后来会跟我说，老师，我又觉得就是我上个礼拜不应该这样子骂我的孩子，或是老师我很后悔我上礼拜因为什么事情我处罚我的孩子。所以其实父母也在这个挫折里面。那怎么办？我们很想给爱，很想让他们知道爱，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这么完全。今天最后这一排小朋友，他们在台上最后一句台词，有没有爸爸妈妈记得是什么？其实 PPT 就一直留在那里，其实就是这一句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平安呢，其实就是跟这个自我价值很有关系。这平安不单是说啊很安全，这个平安其实更在圣经里面有一种完满，然后它是健全的，然后是充满和谐的。我再说一次，这个平安是完满、健全，而且充满和谐的。所以我们知道，刚刚这个戏剧演出来，是因为耶稣降生了，耶稣降生了，所以平安就来到世上。耶稣本来是在天上的神，却因为知道人有需要，知道人充满了困难，即使很努力，但我们常常还是在这个不完美的挫折里面，所以耶稣就来到世界上，还要拯救许许多多的人。刚刚我们的是圣爱那个小豆芽的小朋友，我们唱圣诞节的歌曲，对不对？最后一句还有没有人记得怎么唱？因为你我耶稣他能代替一切，没错，很棒。对，就是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耶稣他来，他代替一切。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平安是完满、
是健全，是和谐。耶稣他能够代替一切。当我们相信耶稣他的平安，因为他说只要他的这个平安和爱是要赐给所有一切相信的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他们能够在一个很稳定和充满爱的环境里面，也希望我们的父母所有的人我们也能够在充满爱和平安的环境里面。所以呢今天很谢谢我们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然后也谢谢我们小豆芽的小朋友，更谢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就是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理解体会到什么是平安。那也欢迎所有的家长，就是我们其实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神的爱，你想更多经历这个平安，可以在我们的礼拜六下午跟礼拜天的早上我们都会有崇拜，我们在这里我们会更多的认识这位神的爱。不止家长，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在礼拜天的早上10:30我们都有儿童主日学，在这边我们会一起来探索自己和上帝给我们的爱。好，谢谢张老师，祝大家圣诞平安。天使长呢排了好几次，他站在这里很开心的讲到那一段台词，是他错过很多次，他终于在那个时间点讲到了。好，我们给他鼓掌。刚才我们的那个文轩校长讲说挫折，其实孩子难免有挫折，但是当他挫折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复原力，那个复原力在我们每一个大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帮忙他们。然后更重要的是，他心里面要对自己的价值，他能够有所肯定。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剧啊，在那个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体会到神的平安在当中。我们其实这几天一直下雨，天气超冷。我就很害怕小朋友太冷，穿这样会冷，然后每次排戏就跟老师说请让他们穿外套上去，会场有一点冷的，但是孩子们真的是每一次都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在练习，我们给他们爱的鼓励好不好？对不对？来补充一次，追加一次，你们有没有说谢谢爸爸妈妈？谢谢爷爷奶奶。好，因为太多了，我们要说一起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最后节目的尾声，我们要请我们的薛心怡传道来为我们祝福。之后先不要走，因为我们还有个大合唱，是我们的那个主导人，所以请薛心怡传道先来为我们祝福，之后我会请孩子们再回到现场，一起为大家唱最后一首歌。好，我们一起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也没关系，就把眼睛闭起来。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赐给这群孩子能够在这么多人的爱中成长，感谢你让他们能够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从你而来那个属天的平安跟复原能力。主啊，愿你赐福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在你爱的恩典当中能够越来越茁壮。主啊，他们也能够有越来越勇敢面对挫折的能力。主啊，虽然他们的人生不一定非常顺遂，但是他们一定会有那个继续面对挑战的勇气跟能力，是从你来的恩典。主啊，以至于他们能够不断的去克服这些不容易的过程。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这些孩子从他们开始练习到如今他们发表，他们在这过程就经历到，主啊，他们从不会到会的这整个过程，他们有很好的学习跟成长。主啊，相信这样的能力将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学业上，在他们的人生上，也可以继续成为他们的力量和帮助。愿主施恩赐福在这每一个孩子的身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主祷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诗歌，我们就在这个诗歌过程当中，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顺利的完成。好，小朋友注意咯，我们要一起咯。Thank you.
太棒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家长们先留步，我们要让孩子们先下去，把他们的服装稍微更换回来。然后待会我会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下去接小朋友。好，请中班的小朋友哦。好，请中班的小朋友，来，小天使。好，现在跟爸爸妈妈说再见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见喽。点心啊，他们就很失望，因为没有吃到，因为下午要彩排就没有吃到，所以本来我们预定五点要吃晚餐，吃到五点半，五点半之后，然后就开始上妆，然后化妆之类的。结果后来我们就很早，跟爸爸妈妈一样，都很早就开始了。下次我定6:45就开始了。好，因为大家都很紧张，所以呢，今天把那个生菜沙拉，不是生菜沙拉，是马铃薯、小黄瓜、红没有红萝卜的沙拉，就是吃完。吃完了以后呢，他们都说好好吃哦，怎么没有吃过那么好吃？因为小孩子饿了，所以什么都很好吃。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呢，真的丰衣足食，从来没有饿过。从来没有疲倦过，所以他们就好像都好像也没有 让他们有机会有这个过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真的很棒，他们真的下午又来练一次，早上练一次，下午又练一次，然后下去之后，他们也不敢说园长很饿都没有讲哦，只是在那边一直等一直等。好，所以真的这群孩子真的是可圈可点，真的很棒。好，今天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一个孩子呢都会拿到一个蛋糕，这是圣爱的传统，就是从赵园长时代开始，就是都会有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呢是素面的，所以呢这个也不会太油腻，也没有什么奶油，但是呢它就代表圣蛋糕啦，所以就可以拿下去，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对，你们家如果有两个小孩子，你就会拿到两个。好，那还有就是说，等一下你下去的时候，当然要领到你的孩子，领到他的书包，还有他的蛋糕，还有就是回去我鼓励大家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演出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你们演出的怎么样，爸爸妈妈可以多一点肯定他们，然后跟他们聊一聊，这是一个很好。